我们坚决反对有关政客、媒体和组织歪曲事实、散布谎言。中方在涉藏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，西藏事务是中国内政，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。长期以来，西藏的经济持续健康发展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，文化传统得到保护和弘扬，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大幅提高，得到西藏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，国际社会对此也有目共睹。西藏的发展进步离不开中央政府的温暖关怀和全国人民的支持支援，特别是在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引领下，西藏步入了发展最好、变化最大、人民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。今年恰逢全国对口援藏30周年，西藏自治区举办了全国对口援藏30周年成就展，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国人士多到西藏去走一走、看一看，了解真实的西藏，感受西藏的发展。